KT 100 yes okay thank you 这边吗？这边 this way 4 yes
行不行？行。OK。这有灯的问题，很难拍。好了，再一次啊，三秒 ，OK。那有路吗？不知道，以为是在那个机场里面，你问。哦，他只是绕了一个圈圈，就是边边的边防，其实你看吴哥窟啊，吴哥窟也是像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是转来转去。哦，我觉得这里比较好，吴哥窟会让你闷的，想要想要。你在那边，你在那边。这是关。对啊，这个是关啊。它的盖子。盖子啊。那它里面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可能是那种女的啦。啊，这个有胡子，就是法老王。这就没有这不是的。就是那个怎么样？那个叫做方尖碑的顶，方尖碑最上面那个头啊。啊？对啊，这方尖碑的那个上面那个顶啊。这个脸就很像那什么人面狮身的那个脸，有没有？不知道为什么他鼻子被敲掉还是怎样？这个太破了，这个应该是壁画，壁画被你每天光线这样照，就会破坏的啊。啊，我是觉得也是说说而已嘛。你想看这么多人进进出出的，壁画可能要了啊，这种石像就不就没。有啊，还有特别。这个除非有颜色的，不然的话。书上没写，我看。这两个大的。老大，大哥在这边。嗯，他写的也不多。每个都长那么像，我看懂哪一个是哪个。哇，这个很酷哦！哎，这个帽，这还是爆头的。是吗？对啊，你放起来。对啊，你看那脸，别抱，这样照一张。它是木头，它是木头做的，这是盖子啊，是木乃伊外面的那个盖子。
只是那拿那边的那个心魔掉了。